哎，我迟到很少迟到，真的有五十分钟很久，高级有。被发现人说九真的九十分钟哎，你说他迟到一个小时不对哦，他有一次直接 no show 哦。啊，对对，对什么对什么时候？你都要自首。有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想说，哎，今天怎么少一个桌子？然后他说，因为飞丹你忘记了。直接 no show，我怎么鬼啊？太扯了，夸张了。而且很多人证都在这边，他 no show 是不是？对啊，然后啊，仔细小百合还有讲到一个重点，还有，他说梦多色胚，对男生也性骚扰，这个海内外都知道的事，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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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内
有点腻。然后他这么多年有什么心事要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开始那个玩到这样子也不容易，就是真的厉害，不容易。对男生也开始痴汉，哇塞！不只是私底下，还有那个工作人员。所以他对赖尚刚也这样吗？对。然后最近他那个锻炼身体嘛，所以他最近的口头禅是。你摸摸看，真的，手臂，我刚刚就是第一次，今天来录影嘛，刚刚上一层跟孟哥前辈那个嘛，一起录影嘛，他第一个就是这样哦，这样走路过来，然后再一直摸嘛，对，然后我就摸，对，孟哥怎么了最近？不是啦，因为我想要是跟那个，因为工作人员很辛苦嘛，包括幕后工作，所以你就性骚扰他们？没有，就是让大美放松。嘿嘿，他们这样会更紧张吧？比较好相处，因为我是现在那个节目主持嘛，我想说不想要有距离，所以就让他们放松。可是有时候梦豆大哥也是，有时候还是会讲错，或是就是啊那个环境不太对，重新再那个录一次嘛。那时候自己讲那个拍摄，然后就是周边的那个附近的那个工作人员。摸摸他的屁股，然后说：“拜托嘛，不好意思，才这样擦胶的，还摸一个屁股，身体擦胶，这个请多多原谅，那个感觉也很好啊，很可爱。”我有看到哎，这个上周的那个节目，职场性骚扰，对啊，你小梁哥，小梁哥合理吗？没有合理，因为都是小梁哥摸他，对，我跟着小梁哥学习的。哎，最后美国这个，哎呦，厉害，怎么了？天哪！哎，怎么样？两三页写不完啊！因为我觉得 Andrew 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地方啊，他不只会说中文，还有他也会说日文啊，也会说那个越南话。啊，对啊，然后最近当了爸爸，然后你会说日文哦？会，他会，他真的很会。他是日文系哦。真的。好酷哦，好厉害哦！对啊，那虽然他的黑人话其实是很差，但是他其他的语言能力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嗯，那安祖，你觉得杜立嘞？觉得他人非常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美国代表。是，他也很带，就是让整个台湾感觉到当地的美国黑人是怎么样子。哎，真的。那既然结束了，没有他那么好，为什么你讨厌跟他去逛夜市啊 ？Oh my gosh！ 开始了。就是有一次，就是杜立他从台北下来，因为我现在住台中嘛。对，然后他打过来说，哎，我们去逛夜市。我说，哦，好啊，我好久没跟他逛夜市。然后他就来，我们就去逛这个夜市。我说 ，OK， 好，我们去来买吃的。我们是朋友，但是感觉我是他的助理，我一直在他的背影啊。我们对呀、啊，真的，因为当我们进去，就是很多人都说，哎，是杜立，对，然后所有的人他们请我帮他们拍照哦，对，然后他们可能会送礼物什么的，他说啊，我多买一个鸡排送你啦，然后我都要帮他拿。你还不是有吃到？哇，就是要开心嘛。至少你有吃到鸡排啊。那有时候安主也会觉得杜立的饮食习惯其实让你蛮麻烦，因为杜立其实很多东西不吃。哎，对啊，杜立的饮食习惯很多营养师看了都吐血。什么？太不健康。OK， 真的，记得我们不是一起去新加坡玩吗？对啊，对，我老婆也在，他也带他的老婆。当然 ，OK。然后我们也有看到好多好吃的，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意大利餐厅，我这样说，印度餐厅。然后看到超多的，然后有一些咖喱有虾子在里面。我说哦，我不吃虾。我说哈，
为什么有超多东西不能吃的？所以我跟我老婆要先为她想好我们可以吃什么。对，所以对，杜丽真的有的东西她不吃，你怎么好意思讲？对，你怎么好意思讲？我跟杜丽都是有一些东西不吃，很多东西都不吃。对对对，老实我也很懂我自己喜欢吃什么，但是这个你要懂，你要管好你自己碗里面的东西就好。我去哪里，我永远可以找到我自己会喜欢吃的，而且这个是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他真的会吃一些奇奇怪怪的哦。例如说，我讲一个，我现场，如果你会吃这个东西，举手。什么东西？如果你会吃哦，生的鸡肉，没有煮过的鸡肉。有一些日本的生的鸡肉啊，在大阪有一间超有名的九州也是啊。对，所以现场有四个很恶心的人，其他人呢？美国没有任何的一个黑人在吃生鸡肉，好不好？你想一个看看，他拿出来那个，就生鸡肉谁会吃？我相信，如果你给你爸，你爸爸看这些事情，他一定会说什么？有些是生食级的鸡肉啊。这个是真的 ，OK？ 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去日本嘛，然后我朋友他们点了生鸡肉。然后就说哦哇，这个好特别，我试试看。然后我给我爸、我弟弟看，然后他们担心我会不会死。Hey, you know damn well black people don't eat that. You know damn well that ain't no black people eating that. 他去日本尝试他的生活吃，现在也不行。Hey, that ain't black people don't do that. Black people do not do that. 我不能去尝试。No, 我们有一个底线 ，that ain't black people stuff. That is not black people don't do certain things. We don't ski.我们不会滑雪，我们不会冲浪，我们不会吃生的鸡肉。你看，你给他炸，我就会吃；你给他煮，我会吃；你给他烤，我会吃。生鸡肉不是黑人会吃的东西，你要不要先想好？你是黑人，你要站在我们这边呢、啊。我是黑人，我很骄傲，我是黑人没错，但是我是很客观的看事情，好不好？OK， 客观，我很享受整个世界。你真的，你的脑袋是真的被洗过了哎。没有，你没有，我是一个国际观的人。真的，我本来以为最后一组应该会撇死一点呢。没有，我知道我的背景，我很骄傲，我是黑人，我很喜欢黑人音乐，我超喜欢 Marvin Gaye 什么的，我都在听。但是我现在在看，其实黑人音乐一向的。整个流行的音乐，你看韩国人他们也在 hip hop， 因为都是黑人开始的，从纽约开始的。好，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杜奶奶这样可以了吗？他终于终于讲到一些赞成我们黑人的一些东西，这个我可以接受。问题是，你现在一直在听韩国的流行音乐，你一直在听这些日本的流行音乐，你一直在听这些。那台湾的流行音乐，我们黑人的流行音乐到底在哪里呢？安祖，封锁他好不好？就不要再跟他联络。台湾你可以找得到其他黑人朋友吧？是的，没错。对，算了，你去跟贾斯汀当朋友。算了啦，就跟老婆去逛夜市吧。对啊，这个是不对啊！你问他一个流行很流行的黑人音乐。你看，一个都不能讲。你看，你刚刚不是说 Nipsey Hussle 吗？你看，连他的名字你都不会念。我知道 Nipsey Hussle 他是洛杉矶人，我是洛杉矶人。他唱什么歌？Thank you. OK， 这个没 OK， 我还没很熟悉，我要多听他的音乐，没错。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太好笑了，你真的管好宽哦，杜丽。对啊，管超宽。住海边哎哦。这是他们这一组啦，对，那因为平秀跟江勋他们已经貌合神离，各怀鬼胎，对，我们就不再问了。就当朋友，对对对。那人家说那个人不亲土亲嘛，他们异乡游子在台湾遇到，应该感情都很好，那都是错的。对，那我们也是鼓励安祖勇敢的走出杜丽的手掌心。是的，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二分之一强，下次见，拜拜。二分之一强的观众大家好。谢谢大家对型男的支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收看最新影片。